OK，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君主。那这次我们要玩的就是这台法国的 MX-M4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哦，就是非常的法国人的设计嘛，就是这个摇摆炮塔的设计。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车体的方面啊，其实蛮相似于德国的这个虎王啊，或者是豹式的一个设计哦。那尤其在负重轮的方面，你可以看到更像是于那个德国虎王它这种交错负重轮的设计哦。那另外这台车最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它有这个自动装填机。那如果你的装填手死了，或者是你的车子着火了，你的成员组在灭火，那不至于你的装填不起作用，那它还是会就是把这个弹药装上去，然后 loading 好这样子。那它的装填速度是在 6.7 秒。然后另外就是这台车的这个机动啊，它机动其实蛮不错的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前进速度是在每小时51公里，那最大后退速度是大约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。那另外它打的这个弹药啊，弹药是这个全口的 AVCVC 哦，那它的穿身有259毫米。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啊，它这个穿身跟回效其实还算是不错，在这个阶级啊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它在实战中的表现吧。啊，这里真的是被改很多啊，这个原本这边可以当一个直台用的，但这石头现在都变高了。OK， 中宝，哎呀哎呀！哦，没有，那不行，直接反而还有一台。嗯，我也有看到那个机枪的荧光弹。小维上面有这种东西没有？是那个是他在打。拜拜。哦，上面有东西，上面。非常感谢。看一下哦。ICU 152，好122，上面好像应该还有一台，好像从那个山坡上面打的吗？还是这样？看有没有人往前推到那个路口那里。C 点有一台。Sherman， 这里有一台，这好像也是美国车，不确定是 Sherman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。看好 Sherman， 他炮筏坏了。M36 Jackson 呢？换个位置啊，我们去 C 点。看起来是前面有人。Yep， 看到一台。LT44。OK， 好像哪里啊？打了我们的，打了我们的这一台 MX 右侧后面。想去后面，不要杀我。刚好后面有人。
好好好，来 Sherman 吗？往下走。进攻 C 点。哦，这不是庙，然后旁边有人。进攻 A 点。要那边里还有一台 Sherman。这有两台 Sherman 在那里，那谁？哦，居然这样子打不死。OK， 装点手，但是应该快死，被他淹死。哦，要我旁边还有人，哦，他们都是人啊，现在不是很妙。接下来这个桥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都是人，就是重坦克，12615。看起来哟，地狱猫帮我们先探路啦，看一下，看到人，然后我们就哦，地狱猫看到人，中坦哦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应该是两只，哦，一只死了，哦，三只。车长炮手，哇，后面有人，这就尴尬了。不过好像可以退出来，看一下那里有人。呀，猜个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。呀，他死了，烈火。后面也还有人。他看来认为我已经开过去了。那台虎式跟台，哦，一个压他一个。非常感谢。虎式死了。哦，109也死了。然后那压。压差一个，确实有点怕。走过去好了。说虽然有点危险，但我觉得还是要推过去。飞机，哎我，啊，哎呀，差一个刚好推出来。好，看到了。是说，他如果露侧面出来的话，哦，他死了。前面好像是 Ice Two， Ferdinand 在哪？ Ferdinand 没有穿透，有人去站一点吗？炮手装点手留香，你直接开过去吧，找那台喷射。目前炮手是死掉的状态，
开。稍微把 A 点站回来一下。右边要么是那个甩点的，要么就是那个压喷车。啊，这一台 M41，然后那里有台防空。啊 ，A2。出打死，没事。好像是哦，那六人，好像是 Sherman， 二两台，一个是 Sherman， 一个是 T 四吧，我猜，看起来是 T 四。哦 ，T 四四就有点意思了。哦，那 Sherman。看到想打我啊，欸，四十一百，我操，我还想爬上去的话，他也没，那都是四十一百啊，死了，哦，等一下，那台 Sherman 刚好，刚好像还有看到一台车开过去了，嗯，没错，好，没看到人。快点，你们从这边开过去。I 三的位置在 ，I 三大概在这兒。OK， 好像还蛮远。我看到前面有东西，好像是 Jackson。哦，不是 T 二五。I 三看我，我可没办法。所以我这边往前推就会到他们家，没错。需要自己的，看你只能稍微卡住，或者是要不要，看要不要转过来。欸，不是啊，那个 I 三不动啦，就这样盯着我，好过分欸。确实，要不然往前推，推到看，看他们家没有人来重生，往前推哦。哦，才刚讲完就有一个人重生了。不可能！现在这边还有很多人。啊，炸弹炸！OK， 这飙出来的，附近好像有，不是我吗？好像不是吗？我不确定。看一下哦，里面没看到。我不太知道 AMXN 是什么声音的，靠北。他以前跟那个以前跟虎式的声音很像，我觉得那应该是你的声音。不，一堆人，一堆人，多一点吧。那先不要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这样子有点狠。没有，我看到一台 T 喷星。他们都开走了，往左边去。没有，翻新出来。这边那么一大堆。翻新，哇，至少四五辆。翻新开炮了 ，OK。应该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一群。翻新的炮发坏了。翻新死了。Nice。有听到走。在左边，哎，左边这里应该有一个很近的，是那个美系车。192 OK。我的左边还有，我好像被包了。然后有点，我在看，看看从哪里出来，应该会从这里出来。有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。OK。然后92在 M109，车长炮小。92打穿我、啊，应该可以吧？随随便便那种。他好像有那个
装药弹用。对对对。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个。我这里也有一台九二。啊。什么 ？War Dog。我打 T92居然没有穿。哦，左边也有人来，我刚死。是那个 ICU 之类的东西。我应该也要死。哦，后脑勺。这里。咚。我要求。啊！爬上去等等。哦，这里有人。Sherman。大头怪最近好像也是很多呢。大头怪。在那个在坡后面，我们不是打得到。哎，看到了。哎，看我。吗？因为我没有装药弹，其实我也打不太进去的。哦，没有，是大头怪，那个 T34。算了，我打不了，他那个角度太刁钻了，打不到。大头怪。然后想要，然后我这台没有烟雾弹，我有点凉，凉。你们看我现在位置在什么地方？胆小。哦。M56，没错，刚刚在看我，死掉了。而且我应该可以往回看。嗯，这附近都没了。嗯。妈的，飞机啊！哎，过分了吧？喂。啊、确实。那你一次给我丢了五颗啊！我操。Overkill， 没有必要啦。1P76，超级过分。确实。我们右边，右边这个地方推过去。右边什么？美国、苏联跟意大利。前面有那个美国车群，这里可以看到了。美国佬死了哦，不是，是苏联车。还有一个，对，对，往下走。小江波。OK。哎，你那个正面是多少啊？80哦。我这台吗？是吧？我不确定哎。好，快拿回去！这里有一个，他躲在那个围墙后面。我躲嘛的。没事，我看到他了。M18 H 一轰他。我没有带那个 H 一。好，哎，这人死。我直接看能不能绕过去，好像左边有人。左边有人是吧？哦 ，ice。然后还有一台在这里。还有一台。车长炮手，这是那个 M26。这有个 T28。我要灭火，哪一个方向？
这里。OK， 好，应该是我，应该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一场。OK， 我死定了他。好，那你打吧，给你了。嗨，箭头，妈的，小狗。哎，我引擎烧坏了。来修一下，31秒。那你看那边，我看一下 B 点这方向。啊，我大得一次的高爆弹。哼。M4E。哦，江波。OK， 我要往前走。啊！啊，炮手刚好被他打死。No. 感觉二战就是那种，只要是战斗机的声音就是 PTSD。真的，来就是两颗，来就是两颗，妈的！哎，学妹，美国飞机又很恐怖。美国飞机都几千磅在带了，哪里啊？哇！不要！哦，掉。哇！哈哈。哦，这里有台。非常感谢。死了。在推子。在这边给我搞神风特工队是吧？哈哈，确实。你死了还死了还杀打你？那这里台美国车型，左边有，右边也有。我就不重生了。OK， 确认，确实差不多。好，这才是10奖。哎，我可以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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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投，给我投，给我投。哎，没有啊。啊，没有。哦哦，还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个投让给我。哇我在炮手等一下还有机会 OKOKOK、okay, okay, okay. 哎、啊、哎 Sherman 怎么打死哦看到了拜拜拜我是不是听到前面还有一台 Sherman？ 对对对对，在你炮管指的方向。OK 哦，石头，我看到看到，还不是石头，那是什么屋子？然后车长炮手，哎，是没事，嗯，没事，知道他的车长啊，被捡走。好。二十货车的，哦哦，下面，下面，看到没错没错 ，Jackson， 哦，那对面要多少？哎，对面现在蛮多人的，但有些应该是在看到了，有人 ，M19，好大的轰炸，确实。感觉他们都剩下的，哎、欸，前面有东西，有人看到，也是那个，也是那个防空车。他的脖子那里应该有弹药。哎、欸，还没有掉，我刚刚以为那个下坠是会打到他，没了。自己吗？收到一点大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MXM4、哦、我在游戏里的一些、哦、它的表现、啊、那其实我蛮喜欢这台车的、哦、毕竟它有这个自动装填机嘛，那 6.7 秒其实还蛮快的、哦、那自动装填机你也不用怕这个装填手死啦，或者是你的成员组在忙于灭火啊之类的、哦、你的自动装填机还是会把那个弹药安装上去然后 loading 好，你这样就可以随时开火。那另外就是这台车的弹药，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阶级哦还不错啦，就是它那个穿身跟毁伤，其实哦我就觉得还蛮不错，蛮舒服的打起来。好 ，OK， 那以上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
然后并且帮我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你这样子就可以接收到我更多新的影片的通知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